大家好，我是瑞光老师，接下来跟大家预报五月十号礼拜二个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啊是金牛座，正财运啊非常棒的一天哦，可能会有很多的贵人啊、贵客啊，然后帮助你啊，在业绩方面啊，在生意方面有很多的进展。第二个呢是天蝎座，偏财运很佳的一天呢，也会有心想事成的可能，不如去买一张彩券。第三个呢是处女座，你的主管啊非常的照顾你，很支持你哦，然后你能够得到很多的赏识，然后让你觉得很开心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双鱼座，内心戏啊很多，一下子想这样，一下想那样，胡思乱想，会有犹豫反复的情况。第二个呢是摩羯座，太过自我压抑了，你要好好的放松一下，不然会影响你的健康哦。在幸运颜色及数字的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红色，数字是2；火象星座朋友呢是橘色，数字是9；水象星座朋友呢是金色，数字是1；土象星座朋友呢是绿色，数字是6。